位于永康区盐行雨地宫，祀奉项羽、大禹、屈原等诸神，是民间少有祀奉屈原的庙宇。为了迎接端午节，雨地宫推出粽香传情活动，发动志工合力包了6000颗粽子，分送永康地区养老院、孤儿院及弱势族群，让大家分享端午节的气氛。场边还有爱心公益团体安排义剪及传统艺术表演活动。咱一年一度富安宫的寿诞啊，吼，啊，咱腊肠逐天拢包足济，啊，拢过去咱永康市吼，啊，拢是区长、永康市长咧，逐咱斗帮忙。今仔咱大台南市合并了后呢，啊，就咱议员咱斗帮忙吼，恁一年咱斗争取啦吼，啊，咱市长逐咱斗帮忙。所以咱每年的活动哦，一档比一档会搁较热闹啦吼。啊，伫遮感谢市长，感谢咱所有议员啦。真欢喜吼，来到乌地宫啊，参观咱乌月宫啊寿诞的这个啊这个纪念的活动啦吼。啊，以及咱五日节啊粽香传情的这个活动吼。啊，我伫遮首先向咱地主会吼，啊咱庙的各位委员，啊甲咱所有的志工表示12万分的感谢。啊，因为呢，恁的志工已经白长工白三工嘛嘛吼，啊，拢共要白15500几粒粽，啊，这15500几粒粽，唔是大家要白白的要等于提等于吃吼，啊嘛唔是干那要给社区的人用尔，是要给全台南市弱势团体，尤其是独居孤单老人吼，啊来过这个节啦，这员工功德无量。啊嘛，因讲甲库员工吼，这个慈悲的精神大量宣扬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咱是一掌声，甲电主委，甲庙会各位委员、各位志工，说多谢一下吼。感谢恁大家出钱出力吼。